游戏技巧篇：游戏的价值。游戏是儿童日常的工作，亦都是儿童天生的权利。在儿童成长发展里面，游戏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根据脑部研究显示，零至八岁是脑部发展的关键期。新生儿的脑部拥有将近1000亿个称为神经元的脑细胞。脑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游戏可以激发脑神经网络，增加彼此的连接，成为脑部建构的基础。儿童的各种发展范畴包括大小肌肉、认知、语言、情绪社交等等，都可以因为游戏是属于整合性的行为，从而得以锻炼和提升。游戏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情景，促进亲子互动。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大家都有商有量，尤其是一些合作性游戏，例如是各种球类游戏等等，可以帮助儿童建立良好的朋辈相处关系。游戏亦都能够培养儿童的创意思维、解难能力、计划能力、自我意识和同理心等等。例如用积木砌高楼大厦的时候，小朋友需要思考，作出计划。当在执行上遇到困难，就要学习弹性处理。透过玩游戏，这些基本生活技能就能够得以锻炼和巩固。游戏提供了不同机会给小朋友练习怎样应对改变，学习接纳自己的感受和面对过往的经验。游戏里面互相了解个人的强项和弱项，互相包容，互相尊重，从而令大家都玩得开开心心，生活上的压力亦都会因为玩游戏而减少。游戏技巧篇：游戏中家长的角色。在儿童游戏里面，家长需要注意些什么，又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？首先，家长需要提供一个安全的游戏环境，给小朋友能够自由愉快地玩。第二，游戏的方式并不取决于家长的意向，而是着重于小朋友的兴趣。给小朋友主导是十分重要的，小朋友觉得有兴趣的话，游戏才能够持续和有趣味性。第三，家长需要配合儿童成长发展阶段，例如两至三岁小朋友正处于活泼好动、喜欢探索四周环境的阶段。如果家长能够在游戏里面提供大量的感官刺激，配合多动作的游戏，小朋友一定能够乐在其中。而四至五岁的儿童感知和语言发展较为成熟，他们会比较喜欢一些想象游戏、体能游戏、合作和有规则的游戏。第四，多观察和耐心聆听亦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技巧。玩游戏的时候，留心观察小朋友的反应和是否热衷，给予充足的时间给小朋友去探索，耐心聆听和观察小朋友想表达什么，给予适切的回应，从而增加互相沟通，令游戏得以延续。第五，家长千祈不要利用游戏来说教。在游戏里面，所有参与者都是平等的，当大家都乐在其中，保持心情轻松，就能够共享乐趣。第六，游戏里面出现输赢的情况，很多时都是家长要面对的问题。在游戏里面，小朋友容易会因为输而感到伤心气馁，家长可以利用机会加以诱导，给小朋友学识不要过于执着胜负，体会到享受游戏为大家带来的欢乐比个人的输赢是更有意义的。透过玩一些快赢快输的游戏，例如是包剪揼，给小朋友多些经历赢输的感受，从而淡化对输的时候不愉快的感受，
日后就不会抗拒或者逃避参与一些比赛性的活动。最后，家长要学习肯定儿童在游戏里面的努力和成果。在游戏里面，无论小朋友是否做到家长心目中的期望，家长都要对小朋友的投入作出肯定。而家长的积极投入参与活动，亦都是对小朋友的努力给予正面回应的方法。以下是一些儿童日常游戏影片的分享，家长可以看看我们可以在户外和室内如何进行不同类型的游戏，从而了解家长在游戏里面担当的角色，学习如何透过游戏促进儿童各方面的成长发展。二至三岁室内游戏。欣欣啊，你看这个农场好多动物喎、哦、你手上拿着这个叫什么啊？大鼻子。那这个呢它怎样叫的？是的，欣欣好厉害啊，这个呢就叫牛牛。牛牛肚饿想吃嘢。嗯，妈咪这里呢就有些草喎、哦、嗯，看来好味啊。大肥猪想不想吃啊？你试一下。嗯，那不如你跟妈咪一起整多些东西给他们好不好？妈咪给你张纸，你跟着我刚才这样搣吧。咦，欣欣啊，你搣的草怎么这么短的？妈咪搣那些很长的哦。欣欣，你是不是想说因为小肥猪身形小，所以它吃短的草就够呢？是是的，欣欣你观察力真好啊、欸、除了草之外，动物还想吃什么食物呢？通心粉要钱的哦。欣欣，你是不是想做超市姐姐呢？是。那你拿点通心粉给妈咪啊。好，麻烦了。你好啊，我是小肥猪啊 ，Hello 长颈鹿啊，你好啊，我嚟想买嘢噶，我想买通心粉啊，想问几多钱啊？$10。十蚊啊？哦，好啊，可唔可以嘟卡噶？可以。好啊，嘟卡，我要攞住嘟卡先。嘟，唔该晒。欣欣，你喺度卖啲乜嘢啊？通心粉。系啊。我呢呢度有啲新嘅食物啊，你估下系啲乜嘢？你听下先，系你最中意食嘅。我唔知道啊，想要玩下。系咧，乜嘢嚟噶？睇下啦，我唔知道。妈妈再俾多啲提示你吓，嗱，你睇一睇，系乜嘢颜色啊？欣欣真系叻喎，知道系红色啊！呢啲咧就系红豆。今晚咧就我嚟煲糖水俾欣欣食嘅。你啲小动物系咪好肚饿啊？个个都瞓晒喺度嘅。咁你想唔想俾啲红豆喂佢哋啊？想。好啦，我哋一齐喂佢哋啦。你喂边只啊？喂长颈鹿。你喂长颈鹿啊？好啦，嗱，你揸住。好啦，你都欣欣佢。系啦，哇，欣欣啊，识得照顾啲小动物喎、啊。欣欣啊，妈妈咧想洗干净啲红豆喎、啊，你可唔可以帮我手啊？可以。嗯，欣欣真系乖，系妈妈嘅好助手。二至三岁室外游戏。欣欣，我哋去妈妈嗰边啦，妈妈前面嗰度平啲，嗰度可以玩抛波波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我睇到先，嗱，准备啦，我抛俾你先，好唔好？好，准备，一二三，哇，好叻啊，欣欣。爸爸，你唔到你啦。好好啊，好，准备。哇，好犀利啊，欣欣。系，哇。
你可唔可以用呢个波波去帮我撞低呢两个樽啊？可以。好，我俾爸爸。系呢度。系呀 ，Angeli。好。哇，我嚟睇下先。欣欣啲樽樽远唔远啊？远。远啊？咁不如妈妈试下摆前啲嘅樽啦，好唔好啊？好提议，好啦。咁欣欣加油啦。好，我嚟试下碌过去先。系，哇，唔紧要，好叻嘅，试下再摆近啲啊，妈妈。好啊，摆喺度俾你。好，我哋喺度试下先。啊、哇，我哋碌个碌去试下。唔紧要，再嚟。加油，欣欣加油！准备一二三，哇！哇，欣欣你好叻啊！欣欣你好大力喎，眼界好准啊！不如我哋玩第二个游戏好唔好啊？就系、是、叫做松鼠揾食物。如果松鼠仔揾到食物嘅话，我哋就有丰富嘅下午茶点心食啦。咁欣欣你想唔想做小松鼠啊？想食茶点。好啦，嗱，欣欣睇下，我呢度有四盒嘅食物。嗱，欣欣你坐喺呢度先。好啦，嗱，一阵妈妈咧就会扮系你，咁你用你嘅眼睛去望住妈妈，睇下佢点搵食物，可唔可以啊？你望住我，知唔知道？望住妈咪。嗱，我哋喺呢边示范咯。呢度，欣欣望住啊。嗱，我哋阵间咧就会用个大丝巾去捞住你，啊，唔系小松鼠先啱。咁啊，小松鼠就开始搵食物咯。好啦，我嚟啦，我嚟啦。咦，我呢一个啦。我哋就睇下依家有冇丰富嘅下午茶啦，好唔好？好，有呢度，咦，仲有一个啦，系喎，唔该晒你啊，欣欣，耶、yeah! ，好耶，我揾到啦，欣欣，你要试下，好，过嚟啊，哎呀，好啦，小松鼠过嚟啦，我哋喺度准备先，踎低先，踎低啊，小松鼠，好，好啦，我哋。冚住小松鼠啦！小松鼠，哇！继续啊，欣欣继续揾，喺边个位咧？哇！好，欣欣再嚟。欣欣喺边度咧？哇！咁快嘅你，哇！咁叻嘅欣欣你。好啦，成功咗啦！咁快完成欣欣你，我哋有丰富嘅下午茶啦！好啊！好，我哋去食嘢，食嘢先，食嘢。好啦，我哋食饱啦，多谢欣欣小松鼠帮我哋揾咗咁多嘢食，咁我哋而家翻屋企啦。咁啊，我哋不如玩多一个游戏啊！嗱，最后一个游戏嘅啫，咁玩完之后咧，我哋就要翻屋企食饭噶啦，因为嫲嫲等紧我哋食饭，知唔知啊？哦，我谂到啦，我哋用翻头先食物盒同埋你本杂志，我哋玩一个游戏好唔好啊？好啊！我而家讲啊，好，欣欣你乖嚟坐喺妈妈度先。好啦，好，我哋首先攞三个盒盒。好，摆呢度。好，欣欣俾我。好啦，乖嘅。好，摆呢度。俾埋我，摆呢度。三个够啦，唔使啦。跟住咧，我哋再用妈妈本杂志嚟搓波波，好唔好？我哋搣一张纸出嚟。系，搓一个波波。跟住咧，你哋揸住波波先。系，睇住啦。跟住睇住爸爸对眼睛。我望边个盒盒。你又将个波波掟落个黑盒度，好唔好啊？咪睇住咯。哎，好叻喎！不过我望呢个喎，我哋再嚟好唔好？欣欣，你留意住我眼睛，睇我眼睛系望边一个黑盒嘅，准备啦。嗱，我摆远少少啊，准备。好，欣欣，欣欣，你望住我先，睇住。哇！好叻啊，欣欣，我俾个叻你，好叻喎！好啦，而家我哋咧就同妈妈去搓多啲波波，好冇？一齐玩好唔好啊？嚟啦！
但望住我，睇下眼睛，我望边一个盒咧，你就掟边个盒，知唔知啊？好，准备准备，望住我先。边个？爸爸望边个盒啊？掉落去。哦，唔紧要，我哋再嚟多次。系啦，嗱，准备咯，望住我眼睛。哇！欣欣好叻啊！好叻啊！哇，欣欣好叻啊！不如我哋掉落爸爸度，好唔好？哦，你哋讲秘密冇啊？嗱，准备，好啦，啊，一开始啦，睇住爸爸眼睛啊！哇，快啲，耶！依度依度依度，四至五岁室内游戏，笑，嘿嘿啊，你识唔识打篮球啊？识啊，爸爸教我打篮球。嗯，哦，好啊，我教你打篮球。不过我今次在家教你练咗眼界先，下次先同你去球场打好冇？好。嗯。啊，但屋企冇篮球添。啊，我有办法。诶，嗱，首先咧，我哋用报纸，跟住咧，将佢折成呢个圆筒状。哇，折得几靓！希希，你帮我扶住先。系啦，咁咧，我哋用头同埋尾咧。就整成一个圈，你帮我反过嚟得唔得？咁咧系咪变咗个圈咧？系。跟住我哋黐实佢，咁跟住我哋做十个，好唔好？好。好啦，一齐帮手做啦。一齐帮。好啊。好啊。三个人一齐做咧，就快手啲，咁，我哋就可以快啲有得玩了。呢度啊，呢度希。希希和妈咪真的很帮手了。希希啊，你见不见到那最后一张凳啊？见到了。嗯。现在爸爸将凳反转。好。那跟着之后呢，我们就拿这些圈圈抛入那些凳脚上，就会有分的。好。OK， 你们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。OK， 好，游戏现在开始了。希希，你可以来先。加油啊！哇！哇再试下。哦，再慢啲，到妈咪啦。哇！哎呦，好，再嚟多次啊！你有两次机会噶。哇！叻啊！耶 ！Give me five！ 耶！你叫妈咪加油，妈咪加油，妈咪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又到你了，你教我妈咪怎样呢？好，做一次。哎呀，到妈咪了，妈咪你怎样？不如你示范一下。我很简单的，我可不可以站在这里？我输了，我们收回去再玩个好吗？好。啊！我想到一个新的玩法，我们可以将纸圈放在头上面，然后就走过那张凳那里放低。如果中途跌低了的话，就要由头排队再玩过。现在我们将纸圈放在头上面先，我开始先。哇！这么厉害的，好紧张啊！我试一下先。哎呀！系啊，希希爸爸跌咗添，都唔紧要嘅，爸爸有体育精神。好，我会慢慢行，我当自己系一只蜗牛，纸圈咧就唔会。耶！耶！喂，希希啊，呢个游戏咧仲有第二个玩法噶喎。嗱，呢度有四只凳脚，我哋咧加上唔同嘅分数咧，咁我哋啲圈一箍落去咧就有几多分喎。可以噶，识过。哇，希希你真系好有创意嘅啫。妈咪，我肚饿啦，不如食完饭再玩啦。好啊，咁我哋而家食饭先，跟住我哋就再游戏时间啦。好。讲翻我，你唔识嘅。蛋。希希啊，妈咪而家同你玩一个好刺激嘅游戏，除咗刺激之外咧，仲可以考验你嘅观察力，你想唔想玩啊？想。嗯。
咁咧，而家首先我哋咧就要记住每一件物件喺客厅里面嘅位置，然后咧，我哋就会每人有一支唔同颜色嘅电筒。当我讲出嗰件物件嘅时候咧，我哋就要斗快用呢一支电筒去照住嗰一件物件。好刺激啊！妈咪仲未讲完啊！这个游戏最刺激的地方就是我们会熄了灯来玩，在黑蚊蚊里面找出这件物件的。爸爸，不如我们现在推开个茶几先。哦，好啊。我也很想快点找。那我们现在首先彩排一次，不熄灯住啊。我站在客厅的中间，现在留心听着我讲什么物件。电视机。照。好嘢喎，大家都识玩啦！咁我而家去熄灯先。好啊。好紧张啊！开始啦，留心听住啦。好。sofa， 好犀利啊！仲有第二个。好。风扇。爸爸，你输咗啦。是啊，爸爸输了，不过爸爸会接受输赢的。爸爸做得很好啊，我们玩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跟住落嚟，我继续了。好啊。茶几。妈咪，到我出题啦。好啊。喇叭。哇。好。爸爸，到你出题啦。哦，好啊。对讲机，哇，好叻啊！我哋做大啊，耶！四至五岁室外游戏。诶，希希做咩啊？希希，仲有啲咩可以玩啊，妈妈？希希啊，妈咪头先睇到你咧，跑嚟跑去，爬嚟爬去，我想到一个游戏，就是训练你手脚协调和锻炼你脑筋的，你想不想玩啊？想。爸爸，你想不想玩啊？当然想啦，爸爸都要锻炼脑筋的嘛。好啊，过来啊，希希。嗱，希希，你望住妈咪，妈咪而家示范，你跟住做好唔好啊？好。好啦，我哋口讲一至十啦，咁跟住左手就拍左膝头，右手咧就拍右膝头，试下先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十，嘿，好叻喎！不如我哋起身嚟做啊！好叻仔喎，好，准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嘿嘿，好叻喎！咁我哋今次加大个难度噶咯喎，好啊！咁你睇住我咯，左手咧就掂右边嘅膝头，右手咧就掂左边嘅膝头，你试下。唔紧要，希希，等爸爸教你好冇？好。好，嗱，递高脚先。哎，嗱，唔系呢个，我系呢只脚脚。系一，系啦，二，系三，四。哎，唔系呢只喎，呢只脚脚系啦，系啦，啱啦。好，记唔记得？可唔可以？好，我哋开始啦。好，左手开始先。左手系呢只。系啦，左手呢只，好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希希好叻喎，好叻啊，希希你，爸爸仲有啲咩可以玩啊咁？啊！我想到啦，嗱，希希见唔见到前面有啲红色嘅格格啊？见到。格格附近咧冇呢个障碍物，好安全嘅。我同你玩一个好有趣嘅游戏，叫做听声跳跃嘅游戏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好，快啲过去啦。好，行啦。好，行啦。好，希希企住喺度先。好，希希过嚟。好，妈妈过嚟。好。嗱，一讲解游戏俾你听，好唔好？呢个听声跳跃嘅游戏系点样嘅？好唔好啊？好。阵间咧，见唔见啲格格？你同媽媽就會分別企喺格格上面嘅，係啦，媽媽做示範先。嗯。嗱，跟住咧，爸爸就會啦，你要用鎖匙，聽到
鎖匙聲，咁就會行前一格，跟住聽到拍手啦，拍手聲，咁就會行後一格。好，明唔明白？明白啦，聽到鎖匙聲就要向前行一格，聽到拍掌聲就要向後行一格。咁希希啊，如果拍兩下手咧，咁就要向下跳兩格。希希好聰明喎、啊，好叻喎。嗱，咁你而家同媽媽比賽啦，好唔好啊？好啊。好啦，嗱，比賽咧，如果係跳啱咧，就有一分；跳錯咧，唔扣分噶喎。咁總之，希希同媽媽咧，邊一個贏咗咧，我就獎你食多一粒雪糕糯米糍啦，好唔好？好。好。隔篱，希希，你有冇信心啊？有信心，为咗雪糕糯米糍，我一定会好留心噶。嗯，希希好叻啊！好啦，咁我哋开始啦。好，好啦，准备啦，听住。好啦，我哋游戏结束咯喎。嗱，爸爸头先有计到分嘅，咁咧，妈妈咧就有十分，希希都好叻仔喎，有八分喎。咁我哋计一计，咁最后边一个赢啊？系妈妈，妈妈可以食多一粒雪糕糯米糍。哇，希希真系大个仔啦，明白到输赢。头先咧，妈咪都留意到你，你好留心咁听指令喎。嗯，希希真系好叻。叻仔啊！游戏技巧总结，在影片里面，我们可以见到玩游戏有很多好处，是令小朋友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。家长和小朋友都积极投入游戏的时候，能够促进亲子关系，家长亦都能够透过游戏更加了解小朋友的性情和能力，不经意间提升亲子互信关系。小朋友要是能够在一个这么健康安全的环境下成长，即使他们他日面对逆境的时候，家长必然会是小朋友的首选求助对象。这种亲子关系不单只是独特可贵，还是无可取代的。纵使小朋友将来要面对不同的风浪，亦都有家人作为他们强大后盾，为他们的成长奠下重要基石。在儿童游戏里面，家长有以下的角色：一、确保一个安全游戏环境；二、给小朋友主导；三、游戏内容及指示要配合儿童的成长发展阶段；四、全程游戏里面要耐心聆听和观察小朋友的反应；五、家长要积极投入共享乐趣；六、透过游戏乘机教导输赢的概念；七、肯定儿童的努力。想要儿童听教听话，我们可以透过游戏互动和小朋友打好关系。就算我们工作几忙都好，希望大家每日都能够花至少20至30分钟作为亲子游戏时间，帮助儿童整体发展成长。